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真是隐藏时髦精，刺绣毛衣配皮裤清甜可爱，元气高马尾美哭了。百花盛放万物复苏的春季，怎么能让自己的穿搭受色彩局限呢？脱掉沉闷乏味的暗色系大衣外套，换上亮丽多彩的温柔针织衫，才最能体现出女孩们青春活泼的一面。童星出道一直都备受网友喜爱的杨紫，近期就为大家带来了一组借鉴性极高的针织毛衣造型，拼接的绿色刺绣图文高领毛衣配上率性洒脱的皮裤，可爱清甜的分分钟美哭众人。针织衫因其柔软服帖的材质特性，向来都是春秋冬三季最受时尚界宠爱的单品之一，不仅百搭摩登，还特别能突出女生们优雅温柔气质，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小伙伴。单穿配长裤短裤半裙，或是外搭小西装偶尔风衣等，都自带柔美清丽的 feel， 特美特有范儿。近些年随着时尚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，针织衫同其他单品一样，风格和版型都有了很丰富多元的升级。圆领针织衫懵懂减龄， V 领自带几分小性感与清雅，而高领则在完美勾勒脖梗线条的同时，还能凸显出复古典雅的气息。杨紫这件高领毛衣采用同色系不同绿色调的渲染拼接，打造出了一组文艺雅致且不失甜美俏皮的 look。 夏装小猴子配以经典黑的高腰皮短裤，皮质元素洒脱不羁的调性与毛衣温柔优雅的特质碰撞，利落大方知性摩登，配上她的空气刘海和高马尾发型，少女感满满，元气十足，真美哭了。没想到小姐姐也是隐藏时髦精一枚，这套装扮无论配色还是风格的过渡都挑不出毛病。除了各种针织衫，衬衫也是春季凹造型必不可少的单品。比起单调呆板的纯色风格，条纹衬衫第一眼就能给人留下清新脱俗的感觉，很值得职场女生们选择。杨紫蓝白条纹半露肩套头衬衫，下搭高腰的叠边开叉牛仔半裙，简约单品轻松打造清雅大方的装扮。如果喜欢简单干净的纯色衬衫，那么可以在夏装的搭配上为造型增添个性新颖元素。小猴子这套 look 用米白色雪纺绑带衬衫配墨蓝色花边裹臀半裙，同样亮眼大气。说到时尚界永不过时的元素，那牛仔单品必须榜上有名。我们每个人日常穿搭都离不开牛仔的点缀。杨紫的牛仔套装造型巧妙利用同种风格不同色调的搭配，打破传统单一审美，给我们带来了很不一样的灵感。紫裤超高腰的纸带设计不仅可以拉长双腿比例，还可以帮我们遮挡小赘肉，好看又实用。